女神有药，专治你的高冷病哦。导演问好，我叫腊肉丸子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不是上期那个卡壳王丸子吗？啊，没有啦，那个是我远房表姐。远房表姐。是不是长得怎么亲戚嘛？来吧来吧，走吧走吧。来，准备录啊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有这么一位来自农村的大神，不是大婶儿，身材相貌都非常的一般般，而且还是已婚的。大婶虽然条件一般，但是靠着对互联网敏锐的嗅觉以及各项技能的提升，硬是把无数纯洁的男网友骗到了自己的石榴裙下，甚至放出大招，把这些纯洁的男网友约到了一起，帮他干农活。大婶的后宫们集体下到农田里，刚开始啊，每个人都在吭哧吭哧的挖坑，然后心里想着，哎呀，我的女神亲戚真多，人缘真好，赶紧唠唠嗑。这一唠啊，才发现被忽悠了，怀着愤怒中夹杂着感觉不会再爱了的心情，拨打了110，再次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自己挖的坑，含着眼泪也要填满的悲情爱情故事。每当我女朋友用这种表情要求买东西时，我都会用这个动作回复她：买什么买，能不能给我省点心。她以为自己被掐脸时的样子是软萌可爱，实际上我看到的样子是洪金宝大叔，是你吗？老公，你看我这纤细的手指，有什么饰品能够让我开心一下？这个吗？你大爷。老公说我做家务时特别美，后来他打死都不让我进厨房了。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有一天他会驾着七色云彩来给嗷嗷待哺的我送快递。我一直都觉得广场就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。看得出来，阿姨年轻时也是一位大咖。今天的风有些喧嚣，窗帘的造型有些眼熟啊，怪不得一屋子的少男心都荡漾了呢。妹子自告奋勇教大家颠球，这个时候还看球的人对足球绝对是真爱啊。我只想躺着把钱赚了，坐着把肥给减了，请不要打扰我的倔强。喂，说你呢，你管不管饭了？说好的我的吃喝拉撒被你承包的呢？是谁在揣测国产电影不景气？是谁在散播徐峥改行的谣言？今晚8点，走进科学为你揭晓，这招牌是谁乱放的？今天和闺蜜跑完步很累很累，她想找个地方坐一坐，我马上劝阻她，运动完之后千万不要马上坐，不然屁股会变大的。但是她却很惊讶地问，真的吗？说完他就把胸放在了凳子上，要是能变大我早放了好吗？四川，凌乱。
下午小黑独自坐在星巴克喝咖啡，突然一小男孩跑过来问，哥哥你是来相亲的吗？小黑说不是啊。然后小男孩向外面一美女喊了一句话，让本以为被搭讪而窃喜的小黑又一次明白了屌丝助孤生的悲哀。想知道小男孩说了什么的，就在你谁有要的微信里回复相亲来获取答案吧。各位病友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，让女神每天跟你说晚安，陪你入睡，快扫二维码吧。Yeah.